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好多 PS Beta 的安装方法，总体来说都非常麻烦。今天分享一个绿色免安装的最新 PS Beta 虎标版本，解压后无需激活就能无限制使用，创程式填充，支持中文输入，需要 PS Beta 虎标绿色版本，只要点击我的头像加入粉丝群就能领取。我分享的是 Mac 跟 Windows 两个版本，大家根据自己的电脑系统下载。如果你电脑之前安装过 PS， 或者也安装过老版本的 PS Beta， 可以不用卸载，能够共存。当然还是推荐卸载老版本的 PS Beta， 节省空间。解压之后，双击 Photoshop.exe 就可以打开，首次运行就是中文版本。先点击帮助登录 Adobe 账号，否则创程式填充点不动。登录的 Adobe 账号地区必须是美国，而且年龄要年满18周岁。如果你还不会注册，可以点击我的头像找一下这期视频，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账号注册流程跟注意事项。登录账号之后，在图片上框选一个范围，输入中文提示词，点击生成，最多10秒就有 AI 自动出图。我也测试使用了一周多，没有一次出现生成失败的情况，已经是稳定版本了。更多 PS Beta 高级用法可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，我汇总了六大使用场景，而且这个版本还修复了旧版中移除修补工具不能使用的问题。如果你还有更多 PS Beta 安装跟使用方面的问题，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或者在评论区留言。